人生的机会还是机遇，其实在于一念之间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到以斯帖记的经文了。今天我们要看第一章一到十二节，这开头的一段经文呢，第一节开宗明义讲到当时的波斯王叫做亚哈水鲁王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，他得国之后呢，哇，这个国家有127省，是从印度到古时。印度呢，当然就是亚洲了，古时其实就是现在的北非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波斯王朝127省啊，是横跨亚洲、欧洲、非洲这么大一个帝国。你看一看，那真是一个宏伟的帝国。在历史中记载，波斯王朝那真是非常强盛的那个时候。于是亚哈水鲁王登基之后第三年呢、应该这个时候呢国泰民安了、应该这个时候呢平定一切了，他也就位稳妥了。于是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大摆宴席，在这个苏珊城中邀请其他的贵胄啦、这个各级的官员呢、这个宴席一摆呢，不得了，是六个月这么久。你想看看呢、流水席也没有办法想象，六个月这么久啊，六个月的宴席完了之后还不过瘾啊，这位王呢也要在苏珊城继续摆宴席七天。那么经文也描述了那个宴席的场地之豪华啦，各种颜色的帐篷啦，然后呢又有什么白玉做的柱子啦，各种装饰啦，哇，用现在的角度看，毫不逊色于任何富豪的什么庆祝 party 啊。在王宫的另外一边就是内宫啦，随着外面这个豪华宴席的进行啊，皇后瓦什提啊也同时摆宴席来宴请他的女宾。哇，那真是不论男性女性了，现在全国尽欢。就在这个全国尽欢的气氛之中，国王心里这样想了，哎，我的皇后瓦什提美艳动人。这个时候这个臣民一切都很快乐，不然我就请皇后出宫了，让大家来欣赏一下皇后的美艳姿态。于是就请了七个太监要请皇后瓦什提出场，让众臣民们来欣赏她的美貌。当太监们来到皇后这边请皇后出宫，皇后呢却不愿意。这个时候危机来了，那就是国王的命令皇后竟然拒绝。国王要你出宫，你竟然不出宫。这个时候在这个的描述之中，情节出现了一个冲突悬疑的地方，到底会怎么样呢？今天的经文先到这里了。不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思考一个重要问题了，这个重要问题其实已经铺陈出来，为以斯帖记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伏笔，让我们循着这个伏笔去思考，那就是国王请皇后出来就是给皇后一个机会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波斯王的动机是要让大家看看我老婆的美貌啊。那么对皇后来讲，她拒绝了这个邀请，是不是也拒绝了一个机会呢？因着这样，给我们继续来思考，机会机遇随时来到人生，到底我们要掌握还是要逃避？从这里来思考，以斯帖记就不断的发展，不断的发展。那我们继续来思考，今天是不是神也给我们机会，也给我们机遇呢？求主让我们把握住，愿主赐福给你，平安。